传和生创展拟收购恒大物业，恒大汽车盘中涨31%，恒腾网络涨12%。10月4日消息，恒大系中国恒大和恒大物业停牌外，恒大汽车和恒腾网络未停牌。再传出和生创展拟收购恒大物业约51%股份或恒大物业控股权，和生创展给恒大物业估值超400亿港元的消息后，恒大汽车和恒腾网络早盘从跌势转涨，午后涨幅出现进一步扩大的情况。和生创展早间公告，以恋爱开发公司一项交易及与此有关的一项公司，可能要根据香港收购及合并守则，而对目标公司的股份提出的强制要约。